most important part about the stock market is you cannot buy a stock just when the economy recovers, right? Stock market move 6 to 9 months ahead of the economy, right? So we need to look at the 6 to 9 months ahead, what's whether the economy is high chance to recover, then we will go into those sectors, right? There are four main risks to the stock market in the next 1 year. The first one is money supply. Okay, so related to money supply,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already made a decision to stop the tapering by middle of next year. So in simple layman terms, tapering means stopping new money supply, right? Printing new money to the market, like stop issuing new bonds, right? So this is already expected, so it's not a surprise to the market. The second one is on interest rate hike, which is also a major concern because increased interest rate, especially at a fast pace or too early, can impact the stock market, right? So the good news is the US and European Central Bank has mentioned that there's no hurry to raise interest rate. So this actually is the concern for the market, at least for the next 1 to 2 quarters. It should not be a big problem. So from my personal perspective, I think the interest rate hike most likely is going to happen only in Q3 next year. The main reason is unlikely they will do two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stopping money supply and raising interest rate. That would be too aggressive. The next concern is actually, the third concern is on potential tax hike. So in terms of potential tax hike, the reason for the tax hike is to fund the stimulus bill. And due to this, recently the tax hike increase is not going to be that significant, right? So since it's not so significant, that's not going to be a very big concern. So it does reduce some of the bullishness. It's not going to cause a thank you.
大家晚上好，再一次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晚上的 Aromology 香气乐园、香气乐园呢将会在每一个月的、其中一个星期呢、第二个星期、为大家带来有关于、每一支香、精油的这一个故事、再一次欢迎大家跟抽空你们的时间呢和我一起共度这一个小时哈，那我们会在一小时里面呢，和大家分享每个月所精选的一瓶这个纯精油哈。好的，那在荧幕上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月是这一瓶是我们这一个月所精选的精油哈，暖心如阳光，愉悦好心情哈。是不是很有押韵呢？就很像在来新年要到来的这种气氛一样、这一瓶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喜欢的、其中一瓶精油、叫做 Bergamot、华文我们叫做、佛手柑、那佛手柑呢是属于这个芸香科，也就是柑橘、属于这个 果皮的这个精油。所谓的属于果皮的精油呢，意思就是它是从这个果皮里面呢透过这个冷压的方式所得到的、那其中很多的这些芸香科呢就是属于柑橘类的，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柠檬啊、橙、橘子或者是柚子、葡萄柚之类的，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橘类、芸香科的、精油、那芸香科精油呢或者是橘子类呢，在、我们、一般在使用这一个精油芳香疗法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时常用到它，而且它都是属于非常容易、这一群油呢都是属于非常容易去配拔的这一个精油来的、那这一类的、精油呢其实是、属于、非是充满着这个阳光的这个能量，阳光非常澎湃的这种、能量的，因为它是从果皮中萃取、再加上呢这一类的、果皮精油呢，这种树木呢大多数是被种植在非、阳光非常充足的、国家里头，好比来自于意大利啊、巴西，还有我们亚洲国家包括这个泰国还有印度、这些地区呢都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太阳的这个日照、那越多的这个阳光的照射呢，它就能够造就这一个水果呢、有含有更加高的这个精油萃取量，然后也让它的这个气味呢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甜美、这个是在、橘子类精油、精油呢当中所会、影响到这个精油的这个、品质的、一些要、条件、那么果皮的这一个精油呢含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一点，就是因为它的精油是藏在这个果皮、所以果皮又是直接接受阳光的这个能量的地方，所以从植物能量的这一个、方面去探讨的话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属于果皮的精油呢能够给予我们人类呢好像阳光般阳光太阳一般这样的温暖和这个、的光明，那个它很容易呢去帮助驱除掉我们身、我们情绪上或者这个身体上的这种阴暗的或者是 低落的这种情绪，这个就是在整体的这个橘类精油呢我们都能够看到的、这一个好处、那讲到、这个佛手柑呢、其实它可以算是我、把它如果拿来排名呢应该是随便它都能够排进每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三瓶精油之一，其他的可能包括、Lavender 或者是这个 Tea Tree、佛手柑呢它给人一种、很温暖然后很香甜的这种、非常迷人的这个气息、然后最重要的呢它非常的好用，可以称得上是万能的、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在这一个你随便在这个网络上、你 打上这一个佛手柑精油、你看看这些人如何、这些网上的这些、作者如何去称呼、这一个、
佛手柑、啊、给大家看一看。他可以在好好先生烧养的克星啊，万人迷、望京油花美男、典型好姑娘、醒脑剂，甚至是快乐的精灵活力果、啊还有一个什么十相潜能、啊、你可以看见呢，他真的是好像一个万能油一样，他什么东西他都能够做得到，什么任何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能够来使用它、哦、其实在这一个、我们他所谓称得上的这一个叫万金油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它很容易、贴近人心，就好像我们非常认识的这一个薰衣草一样、哦、那我们、要平易近人的呢， 很贴近人心，我们能够选择薰衣草。如果你要高端一些、哦、更加大气一点，这种感觉呢，你有乳香可以做选择；奢华一点，要 luxury 的这种 feel 呢，你可以选择保加利亚玫瑰。所以每一个精油它都有它特定的这个方向、哦所以在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能够称呼这个、佛手柑 bergamot 呢，它真的是十项潜能的、这一个典型的好姑娘。好，这种我叫万金油、哦、称呼它叫万金油呢，是因为它可以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不是真的说是随便能够、能够拿来用、哦、只要它能够在适当的这一个剂量和安全的这个剂量下呢、哦、大人小孩都一样用得着、哦它除了能够在用于这一个、皮肤上面的美容功效，它从的时候呢，能够振奋人心和又能放松我们人的这个情绪、哦、它帮是有非常好的这个、生理抗菌的功效，然后又帮助我们心灵减压的这个功效、哦、它就真的是好像在精油界的老大一样、哦、什么都顶的、okay? 所以这就是简单来说佛手柑 所给大家的第一个的非常 生动的这个印象、哦、那、佛手柑它跟一般的这个柑橘类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别，也就是让它的味道为什么、跟其他的这些柠檬啊葡萄柚之内闻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差异，它里头含有了这个异酸沉香子、沉香子，那这个味道是什么呢？它就好像、你要回想一下这个薰衣草的味道，那一个甜甜美美的那种这样的、味道，你想象在这个原本所谓的这种橘内的这个水果里头应该是、酸的 OK， 那现在呢它混合了很像薰衣草这种甜甜的味道在里头，那就变成什么呢？甜酸甜酸干干的这种这样的感觉、啊、这种这样的味道这样的气息，所以、这一个呢、如此一来呢它就让这一个、bergamot 呢有了这一种振奋人心，然后让人家放松，同个时候能够帮助睡眠、啊、的给人家安慰的这种这样的功效、啊、特别是能够、打退这种很沮丧很失落的这种感觉、啊A，大家如果我要用一张图片来形容、这个 bergamot 的话呢，和佛手柑的话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在香港非常、出名的拍戏的这一位廖伟雄先生，阿灿，我们每次叫他阿灿、哦、是我小时候看见的，你一看到他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笑了，对吗？所以他的样子并没有非常、突出、哦、OK， 并不是你们所谓的、你们眼中的这个爸 OK， 他的样子是非常的 朴实，非常的普通，但是呢你一看到他和你看到他的戏呢，他总会带给你很多的这个快乐和欢乐。佛手柑也一样，他没有很华丽的外表 OK， 他甚至你可以用丑肉 OK， 但是他很温柔的、这个、效果所以他一样的，当你使用佛手柑的时候呢，它能够带给我们各种的快乐的好处、哦、这、佛手柑呢其实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其中的一个多重功效的精油、哦、它的味道就好像、刚才我所形容的，再简单的说就是
它比甜橙稍微酸一点点，然后呢，它比柠檬甜一点，所以它是在这两者哦，橙和柠檬中间啊、哦、，OK， 所以它的味道是这样的这个类型。更何况呢，有些味道我们会闻多几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腻，对不对？但是呢，佛手柑呢是能够让你就算你闻多几片几十片呢，你是会越闻越喜欢，越闻越爱的其中的这一个精油。也因着它这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味道呢，我们就能够在有好多的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一个香水呢，你都能够看到它 ，OK， 都能够看到这一个佛手柑精油的这一个配方。有一套电影呢，它里面有一个台词是这样的，我念给大家听哈。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I used to spend hours looking for ladybugs. Finally, I did just give up and fall asleep in the grass. When I woke up, they were crawling all over.就是这个翻译出来的话呢，就是当我是小女孩的时候呢，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找这个 ladybugs 啊，这个应该是那个小啊小什么了，不是小昆虫 ladybirds 啊 ，OK， 我们每次叫 ladybirds 啊，忘记它叫华语叫什么了。那么甲虫 ，OK， 那么当最后呢，当我在寻找的时候太累了，我都睡着了，睡在草地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到他们已经布满了我的这个全身、哦、那不用质疑的能够怎么去解释呢？好的事情总会到来，而当他来晚时，其实也是一场惊喜。所以在那之前，不管发生怎么样的事情，都要保持孩子般的这种阳光的一般天真和纯真。这一个就是Bergamot佛手柑所带给我们的这一种惊喜、哦、再用一句话来讲，这个佛手柑呢，它是赋予我们阳光能量的另外一种写照、哦、当你看到佛手柑的时候呢，你就像看到太阳一样，充满活力阳刚能量的、哦、那我们再往下更加的去多了解这一个佛手柑的这一个特别、哦、来它的特征，这个就是佛手柑、哦、很多时候呢，我知道你们会去找那些那个皮很皱很皱很皱的，那个是麻风柑 ，OK， 那个英文叫做 caffeine， 甚至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和柠檬混淆。那大家注意一点，它的这一个端呢，这个端哈、哦、是没有一个底的 ，OK， 它没有一个凸出来的这个乳头状的这样的形状，它是比较圆的、哦、，OK， 所以这个你就能够很容易跟这一个什么叫好像，跟这一个柠檬还有这一个佛手柑能够区别出来、哦、那佛手柑的这一个名字呢，我们叫做 citrus magnolia 哦。当你去做对比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对准这一个名字，好不好、啊、你就不要拿苹果 和这个佛手柑来做比较、啊、第二呢，它的盛产地呢是来自于意大利这个西西里岛、啊、西西里甚至摩洛哥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很多的这一个佛手柑、啊、它萃取的部分呢一定是从这个果皮、啊一定是从这个果皮这一边萃取出来，然后是透过这个冷压法、哦、来我先讲一讲这个西西里岛。西西里岛呢，它其实是在这一个意大利的这个南部、哦、它很靠近这个卡拉布里亚、哦、然后在这个 Bergamot 的这个名字呢，其实在意大利里面呢有一个小市镇呢也是叫 Bergamot 的、它的名字是从这一个地方拿起来的。听说是Bergamot 是第一次被栽种在这个城市里面，但是最后呢这个地方并没有盛产佛手柑，反而是在南部的西西里岛、哦、或者这一个我们叫做这个Calabria 里面呢、哦、盛产是最适合这一个佛手柑成长的、哦、那这一个地方呢，它每年12月
到一月份的时候，它的季节呢，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带多雨水然后又有很充足的这个阳光所以在这种这样的，其实十二月到一月呢，应该来说在欧洲它是属于冬天的这个情况，那冬天要进入这个春天的春夏秋冬春对了，春天要进入春天的时候OK， 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梅雨然后在他们的冬天里头呢，它的气候也属于比较温暖的记得这边所讲的意大利气这一个什么呢？这个地中海气候型呢，它的这一个冬暖的话，意思呢不是像我们这种这样暖不是这样的它都有十多度二十多度这样的这个情况的那是非常适合这个局内呢 bergamot 呢在那边成长的在很多欧洲国家，其实种这个 bergamot 呢都种不起来的。在这个西西里岛呢才种的最丰富的。那么西西里岛它又很靠近这个希腊，所以很多希腊人移民过来在这个岛上面居住。在当中你能够在这个岛上呢找到很多很多的很丰富的这一个怎么说这个希腊人的文化。那么在这个这个西西里岛上呢刚才如果你提早进来的话有听到一段这个古典音乐这个钢琴的其实这个就是岛上的人民的一个音乐一首曲子这个是他们在庆祝一个特别的这个庆典的时候呢所会用的这个舞蹈的这个曲子所以那个叫做塔兰泰拉的这个舞蹈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种非常漂亮的这个阳光海岸线呢能够同个时候呢去享受着这个音乐所以这个岛呢是一个非常它的生活是非常惬意的一个情况那在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的往前看刚才我说到这个萃取的部分呢一定是从这个果皮而且是透过这个冷压法要记得在市场上可能你会买到蒸馏法可以用蒸馏的这个方式的这个佛手柑那透过这样的这个方蒸馏法去萃取的这个 bergamot 呢它的质量是属于比较低层次的甚至是如果它萃取的这个果子呢这个bergamot 呢是掉在地上的这种熟了掉在地上的然后整个拿去这样萃取的蒸馏的这种bergamot 呢其实它的疗效和它的精油的这个品质呢都是相较的比较差的OK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那种从果皮透过这个冷压的这个方式才是最好的那么它的这个味道刚才我想清新淡雅很像橙很像柠檬还有烈带花香这个是在局内精油里面很少看见的其中一点那在这个bergamot 里头它主要的这一个精油分子跟人家不一样的呢跟其他的柠檬不一样呢是因为它多了这个沉香子这个沉香子是在像在 lavender 里面呢还有这个沉香醇呢也是像在 lavender 之内这样的花朵里面才找得到的那一般的柠檬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柠檬烯你所闻到那个柠檬味呢就是来自这个柠檬那在佛手柑里头它有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扶南香豆素这一个是大家要非常注意的因为它有了这一个也让它的使用方法呢也变成了比较特别了也比较要注意了我会跟大家讲那在这一个精油的这一个占百分比的这个比较呢就是因着有刚才的这一个丹铁这一个紫内和这个沉香醇呢它就让它的这一个化学的结构呢让这一个这个怎么说这个 bergamot 呢特别在这个情绪上治疗呢含有非常非常好的功效那我们来看看一些这个历史背景OK
还没有看历史背景之前，我要跟着大家可能会去讲，哎，像你这么说，这一个Bergamot 是不是会在跟这个局内精油做比较的时候呢，它除了成分上的这个差异，价钱如何呢？我可以说它在所有的这个柑橘类的精油里头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贵的精油啊，如果跟其他的来做比较啊。那同个时候它很普遍的时常用在抗感染啊，消化的问题，还有神经的保护、镇定还有提神 ，OK， 在情绪上呢，它能够特别针对那种很多烦恼、很烦乱、很压抑，或者是情绪压力、外来的环境压力、精神压力啊、工作压力种种的压力呢，甚至这个经期综合症呢，这些所带来的这些情绪上的问题呢，它都能够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哦。我们来看看佛手柑除了在精油上它能够有这么样的这个功效，在历史上其实曾经是如何的被使用呢？来，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其实它在1975年的时候呢，它是属于这一个民间的这个药材，它的果皮呢是在意大利的人呢他们是拿来吃药的时候一起拿来配在一起，就好像我们这边喝这个苦茶的时候，吃苦药的时候，我们华人很喜欢用陈皮，对不对啊？所以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啊，或者甚至在酒里头你也可以看见啊。所以用是在民间里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方式来的哦。那接着下来呢他在16世纪的时候，其实意大利呢已经建立起专门生产这个佛手柑精油的这个工业、哦、那佛手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植物、哦、它要在很特别很特定的气候还有这个土质呢，它才能够长出非常有品质的这个果实。所以可以说Bergamot 呢，在这么多的这个橘类里头，它属于是最娇嫩、最娇气的一个果实、哦、一个果树、哦、那在柑橘内呢，它就是属于非常欢乐的这个大家族。然后这个橘内呢，柑橘内是属于非常欢乐的大家族。那这个佛手柑呢，就给人的它的香气，就给人稍微有一种种的这个严肃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它就很大量的被使用在传统的这个乌龙水的这个配搭和制造里头、哦、讲到香水现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哦、你还记得那个五宅、哦、OK 五号啊，五号呢其实是主要最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 Bergamot 在里面，然后它再配合了一些什么燕尾香啊，然后派之类这样混合在一起，但是 Bergamot 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啊、而且是疯狂的几十年的吧，这一瓶香水、啊、所以在这个佛手柑呢，就给了那种非常有地中海的那种阳光的这个味道哦、就好像你躺在这种金色的这种阳光、哦、那如果你今天手上会有这个佛手柑的话呢、哦、那你现在其实也可以拿两三滴轻轻在手掌去搓一搓它、哦、那你就能够让这个佛手柑的这个味道呢、哦、轻轻的弥漫在整个空间，看是不是像我所说的那一种这样的清很香很香甜，然后那一种很虽然带着酸，它不是属于太酸的那一种那种味道哦。那调香师呢是这么来形容这个Bergamot 的味道的哈、哦，它很有饱满的这种香甜的柠檬成果的香气，渐渐的它就变成了花香哦，就多了一层的这个花香出来，最后它剩下来的就是那种草本和香子的这种气息、哦、你会在吸嗅这一个 Bergamot 的时候呢，你不只是像这个柠檬这样单纯的这种柠檬的味道，但是在 Bergamot 里面你的确是会闻到一些带花香的这种味，
甚至这种一些这一个草本比较一点点的这种木质味在里面哦，这个是 bergamot 最特殊的一点哦。那刚才我讲的，它是在香料里面的这个香水里面是大量的自己去使用的哦。那甚至在希腊呢，他们是拿来做成这个蜜饯啊 ，OK， 这个其实就很像我们所吃的这种马蹄糍啊，把整个果拿去晒干它的，然后用这个蜂蜜呢，蜜糖呢把它给腌制起来，然后过后呢，他们用的时候呢，就拿来冲，可以冲咖啡来使用的哦。那另外一个它非常普遍的，在图片上你们看到这一个茶叶 Earl Grey Tea， 这一个是非常非常 popular， 而且也非常人熟悉，很多人很喜欢的其中的印内红茶，然后有气味的这种红茶，这一个是真的是非常棒的这一个什么的这个红茶哦。现在我知道好多人也拿来做 ice cream 呢 ，OK。蛋糕也有出现的这种味道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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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有出现的味道都被加进去了、哦、然后在右手边你会看到这个蜜饯、哦、这个是其中整个果实被晒干的时候、哦、然后浸泡在这个蜜糖里面所拿到的、哦、好，所以这一个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食物里面我们时常能够看到的这一个bergamot 的用处、哦、那bergamot 呢，它本身有三个非常典型的用途哈、哦，它功效，它特别是针对这种尿道感染、解除忧郁、焦虑，还有给予皮肤保护的特别的功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一步一步的去看这三个层面的这个功效。好，来。首先我们来看看bergamot 呢、啊、佛手柑在生理的疗效、哦、第一，它对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尿道抗菌剂、哦、它对这个尿道发炎啊还有这个膀胱炎呢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帮助、哦、它也能够去减轻这个消化不良胀气或者是食欲不振，就是你要提升那一个人的这一个食欲，有些时候人家说的这种厌食症、哦、所以这个是他能够做到的。但是呢，如果你说在这两组的这个功效里面来做比较的话呢，它会比较偏向这个尿道还有膀胱发炎的这个功效来的明显、哦在这个消化不良上呢，它的如果你要有最好的这个功效，可能我们需要去选择其他的这个精油一起来做搭配。哦、你单独来使用它，可能它的这个疗效会会没有像其他的这个精油在针对消化的时候来的这么好。但是你跟它跟别的精油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能够给你更加好的这个协同效应。哦、所以这个当佛手柑呢去特别针对在这种膀胱炎啊还有这个尿道炎的时候，只要算是初期的这种尿道炎还有这个膀胱炎呢，是它是能够很有效的能够停止这个问题的扩散、哦、那其实它的用途呢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在你的这一个清洗液里头，就是私密处的清洗液里面呢，你能够去加这一个什么呢佛手柑上去，那么甚至呢你能够拿做这个盆浴哈、哦、盆中坐浴哈、哦、再用这个用一盆的这个温水哦 OK 热水，然后就把这个精油抵上去，你可以加这个茶树哦，还有这个罗马洋甘菊进去。Then, 你能够就去做这个膨浴，就是你透过这个蒸汽呢而达到这个治疗的这个功效、哦、那它特别能透过这样的这个方式呢，你也能够达到这个外阴的这种瘙痒的缓解、哦、这也是它非常的好的这种一个功效、哦、所以你女性呢能够在用这个每日清洗的时候呢，
哦，能够用这种这样的方法 来做处理。那么在这个佛手柑里头呢，它是在这一个精油的这一个果皮中萃取出来，然后刚我提到它含有这个扶南香豆素非常高的含量，这个也是造就它其中一个非常特别，为什么这个佛手柑有这个能力去特别针对我们的这个脉轮，第二脉轮的这些生殖器官的这个问题，也去特别针对这个女性的这个能量，这是因为它能够带这个扶南香豆素跟其他的这个精油的这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它能够帮助这个改善第二脉轮的这个性能量，还有这个创造能量的这个转化，所以这一个佛手柑呢，你我们可以看到它真的是非常的万能啊。那我们再往下走，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佛手柑对这一个皮肤的这个疗效啊。其实很直接的，你想到这一个橘类的时候，柠檬的时候，橘类的东西，柑橘类，你就想到一定是净化，一定是有美白的这个功效啊。OK。我们在这个皮肤的这个疗效上呢，它特别是能够是针对这个油性还有混合性的这个肌肤，它能够改善皮肤炎、皮肤溃疡还有粉刺。OK， 那这一些它主要呢就是特别的发挥在这些护肤品里头呢，去发挥那个抑菌的这种功效，所以很直接的，它就能只要达到这个抗菌的功效呢，它就能够改善这个粉刺、皮肤炎的这个问题，甚至你的皮肤的这种皮肤溃疡，就好像这个skin ulcer 或者是你嘴巴上有的这种 ulcer， 你可以跟这一个和这一个尤加利一起结合起来的时候呢，混合起来，你擦上去，它就能够达到这一个消炎的这种功效。但是当你使用bergamot 在皮肤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提醒大家哦，因为它含有扶南香豆素，这个是很典型很典型的光敏性的精油哦，意思就是说它会在接触阳光之后呢产生这个变化，而达到这个造成这个皮肤敏感。所以呢在白天的时候，请你记得不要使用这个 bergamot 在你的皮肤，尤其是这种暴晒的，除非你说你涂擦了是有遮盖起来的，那个还可以接受，所以如果你要拿这一个佛手柑来按摩你的脸部的时候呢，涂擦在身体那部分，而且是没有被遮盖的，是曝晒的，曝露出来的地方呢，请你在晚上使用，这个是最安全的，好不好？所以尽量的就是完全的只把 bergamot 完全的放到这个晚上来使用，你就不需要去特别的说要怎么去调之类的，你只要放在晚上不接触阳光，那就没有问题了。它因为如果说它去你不小心长期的这样来使用，然后去接触这个阳光呢，你的那个黑色素呢就会沉淀的更加厉害，然后同个时候呢也会造成你的皮肤呢有烫伤的这种现象。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bergamot 呢在佛手柑呢在这个皮肤上面所能够达到的这个功效。那接下来那我们来看看佛手柑在心灵的这个疗效。你们看看这个图片，会不会给你一种非常有阳光、有盼望、有希望的那种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对不对？而且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呢，你也觉得很放松，也是一种很你想向往的一个holiday 吗？还是怎么样的哦？那有芳疗师说到呢，生活不只是一整地的这个满满的鸡毛 ，OK， 然后呢，还有整个柜子的这个精油和玻璃瓶，万里晴空，万里云也不是每天相伴着你。当遇到气压
低到让人无法呼吸的时候呢，一滴佛手柑精油就能够让你的心情舍去乌云，去见阳光。这个是方疗师去形容这个bergamot 的情况。我觉得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一滴的佛手柑精油就足以让你的心情舍去乌云，去见阳光。所以它能够就好像怎么呢？乌云里面拨开乌云见阳光之类的这样的功效哦。好在这一个心灵的这个疗效上呢，佛手柑的确有这个激励和提振的这样的功效哦。那除了佛手柑之外，其实大致上的所有的这一个柑橘类的这个精油呢，它的这个化学结构是非常的接近，很相似的，可以说是柠檬啊，橙子啊，这些都有这个激励和提振的这个功效哦，因为它们里面都有很多大量的这一个单萜烯在里面哦。这个成分呢，除了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抗毒抗菌的这种功效哦，它也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血液循环，提高这个能量的这个转换呢，让我们的这个思维变得更加的敏锐、清晰，还有精神更加饱满。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你想一想，这个橙的气味、柠檬的气味，你脑袋想一下这个气味，现在你们觉得你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嘴巴这边口腔全部是酸酸的这个味道，你都醒上来，对不对 ？OK， 好，因为我在做这个预备这个整个东西的时候，当我一想到这个柠檬的味道的时候，我整个就醒上来了，而且整个口腔全部是满满的那个口水。OK， 所以这个就是激励和提振的这种功效哦。那么在这个扶南香豆素呢，它所含这个特别的这个成分呢，它就是能在这个佛手柑里面的这个扶南香豆素，就是它非常特别能够去驱走悲伤的这种功效，它也就是它造就了 bergamot 佛手柑跟其他的柑橘类不一样的最大的这个特点哦。因为这一个成分呢，能够让这一个人的这一个人的精神放松 ，OK， 心情很愉快。同个时候呢，它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脑内啡呢，就有进行的这个分泌，让你的它能够改善，驱走掉悲伤，然后让你的这一个很倦怠，就是很没有 mood 的那种感觉，很低落的这种负能量呢。都能够被赶走，你就能够 走出来、哦、所以让你的心情呢是一瞬间呢就变得非常开朗的，它就很像是一个黑暗中的一盏灯啊。OK， 有人称为这一个佛手柑呢，就是像这个一米阳光这样洒下来哦，就好像在这一个你想象记得前阵子的时候是不是下雨？可能在北部的人呢不大感觉到哦，我们在这个中部还有这个东海岸的人哦，其实感觉都觉得一点恐怖了，因为是一直下是不停的哦，这个上天是酷了几天几夜没有停过。间接中不只是这个整个天气影响了人的心情，变成的比较低沉哦。那同个时候在周围在发生水灾的这种信息呢，让我们听到了更加的这个沉重哦。所以当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熏香这个佛手柑呢，它能够提振我们的这整个心情起来哦。这个佛手柑它也能够安抚又能够提振哦，因此呢如果有那种焦虑、沮丧或者是精神紧张的人呢，佛手柑是最好最好的选择的精油之一。如果呢去拿这些柠檬来做比较的时候呢，甚至你说这个人要达到放松的这个功效，佛手柑
会比这一个拉文达之类的东西来得更加恰当，更加适合，因为它能够安抚一个人，同个时候它能够提振一个人的这一个这一个心情。那要记得有些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就是在使用佛手柑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OK， 晚上睡觉前，或者是在睡觉的时候，他们都是使用佛手柑，他们的效果是说，哎，我睡得非常好，非常的安稳。你一定会爬头，奇怪，这一个佛手柑不是很激励、很提振人心吗 ？OK， 那我们要这边要做一个区别哦。当这个振奋提振呢，和这个兴奋呢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精油让你用的很兴奋的话呢，那我相信你是睡不着 ，OK？ 但是这一个佛手柑不是，它是提振你的这个能量、你的精神，同个时候让你达到放松的这个功效哦。所以这一个我们不把振奋和这个兴奋呢混在一起讲，单单这一个佛手柑呢，它除了说是激励一个人我们也能够用把它用在一个人无精打采的时候 ，OK， 更准确的来讲，如果一个人的这个恐惧针对恐惧带来因为害怕而恐惧带来的这种沮丧、忧郁、焦虑它就有能够发挥非常正确的这种功效。我们是看看一些有这个情绪上的这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往往都是会对很多这种生活上的这种余力过多、焦虑过多，造成他身上有很多的害怕、担心、恐惧。都还没发生他都已经开始担心了，都还没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开始去想到他的后面是什么，在后面是什么，在后面是什么会事情会发生，他已经开始在演戏了。所以这一个Bergamot 呢，佛手柑呢，就在这一个时候呢能够带来安抚和提振他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功效Bergamot 呢能够佛手柑能够让我们呢很直接的去发自内心真正的开心，那个内在非常小的这个自己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外面太过大了，大到把我们自己内在的那个小声音，那个小小的自己呢都完完全的这个压着 OK， 那个内在的小小的自己就好像孩子般那么的这个纯真，他佛手柑就能够让你去连接回这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一个自己那我们来看一些这一个生活上的这个情节比如说你刚踏入一个新的这个工作环境 ，OK 这一个佛手柑是一个非常适合的精油，让你能够在这一个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情绪。有这种害怕带一点害怕恐惧的在这个新环境里面的帮助所以你能够参考这一点，然后或者说你手上你在做这一些东西做来做去都已经是很无奈了，很没有头绪了，你也不知道如何去前进了这一个时候呢，让佛手柑呢能够去缓一缓你心中的这种这样的这一个情绪，让你的这个心灵得到很愉快的这种饱足感你的这种沮丧呢就会很像这个什么烟消云散的，然后很自动的你就会恢复你的这一个自信还有你的这一个动力，所以是非常适合说当我们现在踏入这个全新的一年的时候，当我们在现在我听大家都是在围着各自的在做全新的一年做规划做 planning 的但是我也知道你们有些当中可能是现在是处于非常忙的时刻，因为新的一年才开始特别是在服务业的那么另外一个佛手柑能够带来的这一个特别的这个功效呢，就是
戒瘾啊。OK， 那么这个戒瘾呢，有需要一些小细节要跟大家分析清楚的哈。我们要这种成瘾，它会成瘾的这一个现象是如何？是不是大多数啦？哦 ，Bergamot 呢特别能够去针对那种瘾呢，是因为他很难和人去建立关系而选择的一种逃避的这种瘾哦。比如说怎么说，一些人他会借着烟啊、酒啊、shopping 啊，然后甚至这种性行为呢，去得到短暂的那种被爱的感觉。OK， 事实上呢，是可能他在人际关系上他无法跟人家连接，他无法找到那个连接点，或者是进入那个适当的这一种这一个社交生活的时候呢，哦，他所能够他就选择了去用其他方式来找到这一种快感，这种快乐的感觉，这种被爱的这种感觉，就是可能他在当下他就一追就去 shopping 了 ，OK， 他可能拼命的去买东西，然后烟和酒，他。所以如果说那个人的他吸烟和这个喝酒是他在下班的时候暂时的这个选择休息的这种方式呢，那一个你就是不能够达到他的这个功效的哦。这个戒瘾是因为他所得上的这个瘾呢，哦，是因着某一个关系上所带来的这个破坏而上瘾的这个情况。 OK， 所以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方向呢，哦，让这一个人呢能够从这一个黑暗这个模糊的地带里面走出来，让他能够怎么说呢，真正看到他是在借着这一些物质上呢让自己得到这个快感和满足感，哦，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就能够帮着他。 OK， 那要记得刚才一讲起我一开始就说了，佛手柑的这个果皮吸收了满满的这个阳光的能量 ，OK， 所以它能够去拯救，哦，那种在创伤情绪一直打转的人 ，OK， 跑不出来的这些，它能够让这种创伤的情绪呢，能够得到温暖、得到光，还有得到勇气，这个就是太阳给予我们的这一个能量。同个时候佛手柑呢的这一个紫内啊的协同效应呢，能够给予我们激励，又能够提振我们的这个精神。所以这个就是佛手柑呢在注入我们的这一个生命里面的这种光明和未来，哦。那我们可以讲了这么多，到底我们能够怎么去用它呢？ OK，我们可以很时常在这一个心轮来涂抹这一个佛手柑，但是如果你的皮肤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哦，我都建议你一定要把它调息它 ，OK， 拿一个精油调了过后才来直接抹在这个心轮，哦。如果你不想去涂涂抹抹的，那用熏香的这个方式，哦，你可以很大量的去使用这一个bergamot 在这个扩香器里头，因为透过吸嗅呢，我们也能够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脑下垂体，你也一样达到这个精油所带来的这个功效，哦。那在这个alchemia 的这个系列里头呢，我可以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如果你说我不想要只是单一的这个 bergamot 的味道，哦，我想要有全组的不同的这个味道整合起来，像这个 alchemia 里头的这个 EOB 呢， well-being 啊， uplifting comforting 呢，哦，还有 concentration 呢，都是很多的这个菊类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它当中不只是只含有 bergamot，哦，也包含了其他的这个菊类在里面。另外的这个 natural water 呢，就是天然的这个花香水呢， children and baby 的系列，还有这个 anti stress 的系列呢，都是很多的这个菊类能够帮助我们去提振我们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个心情的，哦。
那当很多人会说，哎，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去要去招财，要进化之类的哦。对，进化我们一定要做，但是去提振我们的这一个好心情的时候呢，哦，你自然而然你能够有更加敞开的这个心怀胸怀的时候呢，你好情绪、好能量，你自然而然你就能够去吸引更加多人去亲近你。那么你说这一个有多人亲近你的时候呢，哦，你的机会就跟着增加的。哦，来总结哦，Bergamot 呢就好像是一道光的这个闪现，瞬间变得振奋起来，你迎来佛手柑的这种阳光的这个照耀，哦，开心的能量能够为我们带来丰盛的这个生命，哦，所以这个就是佛手柑所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一个怎么呢，这个好能量。佛手柑总结的最后呢，佛手柑呢是一个很典型的，一开始我说的好姑娘、好好先生、十项潜能，它能够跟其他的任何的这个精油呢配搭在一起，能够产生很精彩的这种协同效应。同个只要它所谓的跟其他精油速配在一起的时候，好比说当你要调配一个放松的精油，你有放入这一个 lavender。或者是你放在的这一个消化的这个问题上 ，OK， 你可以用佛手柑跟其他的这些特别针对放松，还有针对这一个消化道问题的精油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它能够加速它的这个疗效，它也能这个就是所谓的协同效应哦。过去这两年，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政府也一直鼓励着我们要进入这个新常态，我们退去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各种的这种的思念和这种的这种负面的这个情绪之后呢，我相信佛手柑是能够帮助我们踏出这一步，预备我们走入这一个全新的这个路程里面的首要选择。佛手柑能够给我们注入新的这个能量，让我们的生活继续，所以可以说是佛手柑非常适合在我们踏入这个2022年，也是疫情过后呢第一场的这一个精油之旅。当你沮丧、烦闷、焦躁、不安的这种情绪一直来干扰你的时候呢，记得马上拿起你手上的这个佛手柑，它就会像刚才我所讲的一道光的闪现，瞬间变得兴奋的振奋起来，好，去你会更属于踏入拥有更加的平静，你开始有了这个耐心，然后去接受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的挑战啊。记得开心的能量呢，带来丰盛的生命。OK，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哦，希望这一个分享呢能够给你们带来一点点的这个小知识，哦，然后再接着下来呢，哦，当然我们还没有散会 OK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2月16号哦，同样的时间晚上8:30到9:30呢，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 Peppermint OK。 Peppermint 呢将会是虽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我要希望能够透过一小时的时间让你们去更加了解这个 Peppermint 在我们所谓的那个冰冰凉凉的感觉还有什么东西 OK， 除了冰冰凉凉很舒服还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效果哦。记得把这个日期写下来，2月16号哦。好，那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 Sally 哦，谢丽会跟你们做一个小小的这一个预告，哦，好 OK， 非常谢谢 Patrick 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就是预告一下我们这个月的那一个 promotion OK， 好，那大家看到呢现在这些 promotion 就是我们这个月在
作者的这一个优惠，特别优惠。好，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Happiness and Joy Set。那这个 set 呢，其实是有包括了已知这一个 Children and Baby 的这个 EDT， 然后当然有包括了另外已知这一个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角 Bergamot 精油。那这一套原本它的价钱是765块，那我们在这一月跟二月呢，我们都有做这个特价，以630块来购买这一套。那我们随这一套呢，我们会附送一套的这一个精油的 aroma pin 啊，看不到 ，OK， 这一个哈，我们是一套里面有5粒的这一个 aroma diffuser mask pin。那这一个 mask pin 呢，就是可以我们当我们去戴着口罩的时候，就可以随那个香气就可以随着我们一起去到处走啦。好，那除了这一个有这个特价优惠价之外呢，还有这个 mask pin 之外呢，我们相信如果有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的朋友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一月跟二月之间也是有做这个 Alchemia Spend and Win 的这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哈。所以当你购买这一套呢，你也是可以在额外拿到一个50块的这一个产品优惠券，然后还有一次这个参与我们在3月5号举办的幸运大抽奖哦，所以这个机会难得，那大家就赶快下单吧。那如果是需要知道更加多的详情的话，大家可以联系你们平时光顾的美容院。那今天晚上就非常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今天晚上就结束，谢谢。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